胆设计，犀利剪裁，全部出自本地时装设计师之手。时尚界顶尖评审阵容，星级主持引领，素材。香港电视史上首个时装设计师真人 show， 十个参赛者争夺冠军席位。香港纺织业联会呈现剪裁魔法师，星期六晚九点半，翡翠台。马伯良激笋亲民价低至三一折，熬鸡精系列低至180元盒，虫草 CS4 破壁灵芝包子165元盒，仲有黄金初乳益生菌165元盒，快啲去官网及各大连锁店扫货啦！走先啦，拜拜。喂。生活由好多个日常组成，唔单止系过日子，仲要过好生活，你每一日更有温度。护送过有温度嘅日常。马天尼斯牌全新赛马平台28AI 突围而出，张光明江的位首度联手，加埋数据分析师赛事资讯一应俱全。Nissin 面向好未来。こちら激辛コーチの新材ならぬ。系新仔嘅。选材。追求紧巅峰嘅你哋听住啦，喺新达巅峰嘅就系极新一丁，简直系新达同美味嘅红色奸肉。こいつめんどくさいね。试咗先啦。食べるのめんどくさ。辛うめえじゃん。そんなわけ。辛うめえじゃん。これは売れそうな匂いがする。送二维码仲可以换奖赏添。架线燃えてきた。出前一丁全新系列，广东运动员燃起斗志啦！唔得啦，肠胃不适、水土不服嘅世界就系咁 terrible。喇叭牌正露丸糖 E A， 冇药味，舒解不适，令肠胃蠕动复常。喇叭声，释放好心情。日本喇叭牌正露丸糖 E A， 星期一、二、三、四、六日，户户送，每个星期日日都有唔同惊喜优惠。预阵间九点七美食新闻报道将会出现 QR 曲，到时请市民准备好手机，体会互动嘅乐趣。拜拜。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时间。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四，由我罗雪燕和大家主持第104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我们首先看看投注总额，今期的投注总额总共是有3711万，由于上一期的头奖有人中，所以是没有累积多保奖金，而投注总额的 15% 亦即是55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搞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李王谦 MH 太平绅士，同埋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深水埗街坊福利事务促进会理事长梁巨海 BBS MH。 欢迎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吧。深水埗街坊福利事务促进会创办于1949年，办有长者邻舍中心、学校、青少年中心，提供多项文娱康乐活动、教育服务，组织义工团队探访区内基层家庭，并提供节日庆祝活动及各项大型社区服务。辖下长者邻舍中心举办各项兴趣班、教育讲座、联谊旅行、健康检查、嘉年华及生日会等等，鼓励长者善用余下，紧贴时代步伐，加强体能上的锻炼。属校深水埗街坊福利会小学，以幼教无类、学生为本为教学方针，详情可以致电23818373查询。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电视机荧光幕见到一部六合彩嘅搞珠机，1至49号嘅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可以即刻开始第104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教出嚟嘅号码系24号 ，the first round number is 24。
第二个搞出来的号码是18号 ,second number is 18。三个搞出来的号码是44号 ,third number is 44。第四个搞出来的号码是47号 ,fourth number is 47。搞出来的号码是5号 ,fifth number is 5。第六个搞出来的号码是21号 ,sixth number is 21。出来的特别号码20号 ,H number is 20。好了，今期的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但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分别有5号、18号、21号、24号、44号、47号，而特别号码是20号的。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的六合彩结果，又或者投二三奖的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2288，又或者浏览某会六合彩的网页。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我们谢谢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李王谦 MH 太平绅士和梁巨海 BBS MH。 谢谢两位，在这里提提大家，在节目完了大概15分钟之后，大家就可以购买下一期的六合彩彩票了。在这里预祝大家好运，我们下一期六合彩再见，拜拜。后宫争位，褒决云伟，华语界宫斗剧神级经典《甄嬛传》，今晚10:30，82台 TVB Plus。当星爷遇上金庸，随时比经典更经典。三宝龙有手。嗱，我打交有三大规矩：第一，唔准打我块面；第二，净系准打你块面。哎呀，咁大本，我睇都要练成个月喎。呢本只系绝世武功嘅目录，我一堆先系绝世武功嘅秘笈。我净身一阵，切落嚟个宝贝，乜都睇唔到噶喂。哦，睇到啦！一连两个星期六晚8:30，中 Zero 传奇无激素抗生素鸡件呈现，《鹿鼎记》系列82台 TVB Plus。王霆锋成日操机，都担心有脂肪肝。我听人讲话咧，系瞓少过7钟咧，好容易会患有呢个脂肪肝啦。唔饮酒都有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风险。好多人嘅饮食习惯咧，令到呢个脂肪肝嘅状态好常见。马伯良黄金初乳益生菌呈现，依度讲，星期六晚10:00，翡翠台。Turn up.美食新闻报道是由好嘢知底食嘅龙柱买赞助播出。